除了那个，妈妈也做了一些小小的视频啊，这个是可以放一些东西，它里面是用那个什么那个藤皮，然后用苎麻线这样绕绕绕，光是这样子，我妈妈说可以，她要做一个礼拜，因为绕线那个部分哈非常的繁琐，线的那个藤皮啊哈，你还要削，削好了以后呢，还要捻线，里面这个线也要捻线，它原本是一个纤维嘛，纤维把它化成线了之后哈，你才可以绕，对，就是每一根这样绕绕绕，绕好了以后要制作成一个圆圆的东西也是很困难。